本案发生在本月十日晚间九点，本分队员警在安南区安和路发现一名男子骑乘之机车，车主遭通报为失联移工，欲上前拦查时，该驾驶人立刻弃车逃跑，且沿途丢弃一个不明夹链袋。员警追逐约300公尺，将其制服，确认其身份为遭通报之20多岁失联移工。经查，其丢弃之夹链袋为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。全案依违反入出国移民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，并将其送至移民署专勤队收容。